As we look out across the global security environment today, we see a landscape that continues to grow in complexity. It is increasingly clear that Russia and China want to disrupt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by gaining a veto over other nations' economic, diplomatic, and security decisions. And as was the case 45 years ago, we cannot stand idly by while authoritarian nations attempt to reshape the global security environment to their favor at the expense of others. Doing so would invite continued aggression and diminish our ability to deter future conflicts. The more dependent a country becomes on Chinese investment and trade, the more susceptible they are to coercion and retribution when they act outside of Beijing's wishes.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everage China is gaining by carrying out this strategy has begun eroding the sovereignty of many nations. Ultimately, this influence trickles down to the security arena and leads countries to make suboptimal defense decisions for fear of upsett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being punished through economic measures or political backlash. Additionally, China's technology theft for military gain is staggering. 香港反送中局势不稳，连带也影响其经济表现。综合联合早报与明报的报道，国际评级机构汇誉将香港信贷评级由 AA 加下调至 AA， 前景展望为负面，创下香港反送中运动以来首次有评级机构因此下调信贷评级的记录。对于这样的决定，汇誉解释，将近三个月来的抗争和冲突正持续考验香港一国两制的框架。虽然该公司认为一国两制的框架仍将维持不变，但可预见的，香港未来将持续融入中国的经济、金融和政治体系，势必给香港体制和监管带来不少挑战，也可能拉近两地的评级差距。据了解，汇誉上一次下调香港评级是在香港回归前的1995年，而该机构也预测香港今年 GDP 增长为零。香港地狭人稠、瓜居的现象引人关注。近期，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前往香港，在谈到土地问题时，他表示香港民生问题要归咎过度极端的资本主义。综合媒体报道，胡锡进昨晚发表一篇题为《香港人瓜居是极端资本主义的祸，可惜他们恨错地方》的评论文章，讲述他眼中的香港住房困难的问题。内容提到，香港人生活环境很恶劣，300尺的小空间月租要 1.8 万港元，但其实并不是没有土地盖房子，而是政府没有力量协调用哪块土地以什么方式建房，因为反对派要跟政府作对，导致填海造地、要建公屋等提案都在立法会上被否决。再者，很多土地都掌握在地产商手里，他们建楼是绝对以盈利为目的的。胡锡进表示，他看了香港普通居民的瓜居真的很心痛，但碍于一国两制，中央即使想帮忙也会被歪曲解读。他批评香港目前的情况是反对派的阻挠和社会对政府权力的种种限制，并强调如果是中国城市的民生搞成这样，中央早就动手了。对于这篇文章，苹果日报引述不少中国网民回应，称香港土地都集中在私人集团的手里，该斗地主了。有网友称香港人可以搬回中国，但也有人却反驳说，深圳的房子不是所有香港人都买得起，直斥像胡锡进这样的中国人根本就不了解香港。捷克首都布拉格市长赫瑞普挺台湾，结果屡屡遭到中国施压。中央社报道，有第四个音乐团体被取消原本安排好在中国演出的行程。自从赫瑞普去年底上任之后，就废除布拉格与北京姐妹市协定中有关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一中条款，还率团访问台湾，对此引发中国抗议。捷克媒体今年四月底报道，中国政府为了报复，片面取消布拉格爱乐九月在中国的巡回演出。八月时再度传出布拉格弦乐四重奏和布拉格广播交响乐团在中国的巡演临时被喊停。昨天，捷克知名的室内乐团体布拉格瓜奈里三重奏也宣布中国行突然告吹。该团体71岁的钢琴手克兰斯基表示，早就有预感行程会被打乱，因为团名中有布拉格。他在接受捷克电视台访问时半开玩笑地说，三位团员都有点年纪了，过去在共党时期也有类似经验，幸好现在不用再经历这样的事了。克兰斯基还说，在他记忆里从来没发生过这种因为城市名称而被取消文化活动演出的事。
尽管港府宣布撤回逃犯条例的修订，香港示威依旧持续进行当中。根据中央社，反送中人士明天又打算瘫痪机场，发起和你飞 3.0 行动，号召民众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对机场进行交通压力测试。报道提到，示威者明天不会穿黑衣、戴头盔，也不会携带任何示威装备，透过开车、搭地铁、巴士等，不断来回机场之间，来瘫痪机场的交通。如果下午三点攻入机场大厅，会在于周边设置路障封路。对此，香港机管局今天在多个报纸刊登广告，呼吁旅客预留时间前往机场，并向示威者喊话，不要再阻碍数十万使用机场的无辜旅客，也强调煽动他人堵塞机场可能会违反禁制令。香港特首林郑月娥4号宣布港府将会撤回逃犯条例的修订草案，之后中国当局却迟迟没有做出官方表态。在动用了国内媒体大肆渲染香港局势之后，为什么北京突然选择性的沉默了呢？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就在人们纷纷议论港府撤离是否得到了北京的授意之时，后者却选择暂时性的保持晋升。从林郑4号傍晚发表讲话提出撤离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始终没有对此发表任何的官方评论。以中国外交部为例，当被问到当局对港府撤离一事的看法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踢起了皮球。他表示这不是外交问题，建议记者向主管部门询问。值得注意的是，外交部官网上并没有找到耿爽的相关言论，这意味着政府可能有意省略这个问答部分。对此，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分析指出，北京当局之所以选择性沉默，很可能是出于对林郑月娥的不满。他认为，中国政府恐怕对林郑撤回修例的做法并不高兴，因为过去有消息来源说，中共希望他顶住压力，对港人的五大诉求都不能给予正面的回应。但他也提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中央决定静观其变。如果他们现在对撤离表示赞成，这或许会成为当局日后武力镇压香港局势的绊脚石。至于林郑月娥表示北京支持港府的撤离决定，陈奎德认为这是为了安抚北京当局，体现他的做法并不违背中央的指示。虽然中国政府还没有对撤离一事发表意见，媒体仍然对此事做了简短的报道，但还是进行了淡化处理。官媒新华社4号晚间发表了一篇题为林郑月娥就打破僵局提出四项行动的报道，表示香港保安局局长将在立法会复会之后按议事规则动议来撤回修例草案。与此同时，报道也列举了其余三项港府计划采取的行动，包括支持监警会工作，进行社区基层对话，研讨社会深层次问题。这跟外媒普遍着重强调林郑月娥的撤离决定形成鲜明的对比。对此，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时政评论人士胡平认为，中央政府目前选择沉默片刻，是为了观察港府此举产生的后续效应，但他相信中央还是会择日表态，对此表示理解跟尊重，不见得会展示出一种大力肯定的姿态，而是会用一些比较中性的字词。尽管中国官方对此保持缄默，但民间却炸锅似的讨论。但自由亚洲电台注意到，微博也对港府撤离一事进行了内容审查。一些官方微博账号报道林郑提出的四项行动，但却无法查看网友的评论，这表示网站可能屏蔽了这一条消息的评论功能。整个夏天，香港的示威活动持续燃烧，抗议者坚持诉求，暴力冲突一度激化。不少人认为，示威者对抗由北京在背后撑腰的港府是一场力量悬殊之战。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事情似乎并不这么简单。
德国之声引述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学者宾德日前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分析文章指出，在香港反送中运动中，外界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也就是中国大陆的富裕精英在香港拥有巨额资产，如果香港陷入混乱，他们将损失巨大。当初这些人将自己的资产转移到香港，是因为看中了一国两制这个独特架构下香港所能提供的优越条件。如果一国两制名存实亡，他们的财富避风港也就不复存在。特别是香港示威者近来要求美国国会尽快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以保障香港自治地位和人权。这个法案将赋予美国总统权力，把打压香港自由的中国和香港官员列入黑名单，冻结资产并拒绝入境美国。对此，自由亚洲电台时事评论员桑普表示，若法案通过，不少中国大陆官员将首当其冲，因为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可能会被禁止入境美国，进了美国还要被关起来，然后原籍遣返。他们家人在美国的资产、股票、房产、现金，甚至是证券，在一夜之间都可能不见。宾德认为，对中国的富人来说，香港作为投资地极具吸引力，因为香港是一个离岸金融中心，有多样的投资可能性、法治安全和税收优惠。投资人相信在这里投资会让财富增加更快。由于中国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重要作用，所以富裕层级的很多人同时也是政府高官，这意味着政治和经济精英的联系十分密切。然而，香港的离岸中心地位在一国两制之下才能发挥作用，因为香港拥有建立在英国法传统基础上的独立司法体系，还有独立的货币，中国越趋严格的资本管控，鞭长莫及。宾德认为，离岸中心的作用就在于让资产所有者隐身，让人无法看到哪个人在当地拥有财产。投资香港的中国精英中不乏在党内具有影响力的人士，而这些人士对香港的态度是矛盾的，因为从长期看，保护自己的资产和进一步加强对这个离岸中心的控制，这两种可能性似乎不可兼得。他说，投资者总是希望安全，不希望市场动荡，但对中国的富裕精英来说，香港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他们的经济利益，也就是让自己的财富得到管理增值，与他们的政治利益是相互矛盾的。尽管有观点认为北京已经不需要香港来带动中国经济的发展，所以可能会对香港的活动采取强硬手段，但宾德认为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精英对香港有着更复杂的利益纠葛。暴力镇压示威运动或大幅改变香港治理方式将破坏这个城市在独立与管控之间的平衡，因此也威胁到那些来自中国的财富。他们必须想清楚是自己的政治利益还是经济利益更重要，而这肯定是他们考虑的诸多因素中的一个。或许有人认为亚洲还有另一个离岸金融中心新加坡，但事实上新加坡与中国经济体系之间的衔接不像香港那么紧密，所以对于希望转移财富资本的中国富人来说，香港这个基地是难以替代的。川普要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起来对付中国。根据彭博新闻的报道说，川普总统与中国的贸易战有可能将全球经济的中立裁判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卷入其中。报道称，作为向北京施加压力以及改变其贸易惯例活动的一部分，川普上个月正式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但此举有可能破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良好经济政策仲裁者的地位。美国财政部的部长姆努钦也一直在悄悄地推动该基金支持其观点。据知情人士表示说， IMF 没有北京操控的证据。报道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大的股东美国决定正在给该机构带来新的压力，因为在克里斯蒂娜拉加德离开欧洲中央银行之后，该机构经历了敏感的管理层过渡，这也是川普对全球贸易体系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攻击增添了另一个紧张点。报道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悄悄地拒绝了财政部试图将其纳入战斗，他们试图避免陷入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经济斗争当中。报道称，根据官员和熟悉此事要求匿名的人士公开评论说，该基金认为中国人民币价值合理，没有发现操控的证据，也没有必要重新审视该国的货币行为。人们说， IMF 并不打算在川普政府的要求之下改变这种观点。
鲍德生美国财政部在8月5号的时候声明当中就指责中国是操纵者，他表示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起来合作，将消除不公平的货币做法。根据美国财政部发言人的说法表示说，两天之后，财政部长姆努钦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理总经理大卫·利普顿进行了交谈，以计划就中国货币进行磋商以及其他的问题。根据一位知情人士的话透露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选择根据其关于中国经济健康状况的年度第四条报告的预定简报来发表自己的信息。财政部发言人表示说，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某些国家举行会谈很正常，拒绝进一步的发表评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发言人也拒绝了置评。报道说，根据知情人士的话透露说，迄今为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尚没有启动与美国财政部的合作来解决中国货币政策的任何正式的程序，而是计划对美国的操控的指控进行微妙的推迟。据报道说，人民币自2008年以来首次跌破了7元的关口之后，姆努钦将中国列为了货币操纵国，这一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象征意义，引发了全球市场的动荡。有证据证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间接地拒绝了川普对人民币的看法，这种看法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个星期在中国重申了这一个消息，说人民币被评估为符合基本面。报道说，川普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系可能很快的会开始改善。据知情人的话表示说，姆努钦支持世界银行的首席执行官来取代拉加德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并且财政部长与他有良好的工作关系，欧洲各国的政府在上个月的时候选择他作为提名人，可以在10月初尽快的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让新总裁履职，此时姆努钦可以重新的努力让 IMF 参与解决北京的货币政策。报道称，根据一位消息人士透露说，一种选择可能是要求特殊的任务，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重审中国的货币制度。他们表示，此举将是前所未有的，可能会受到中国人的阻挠。